你是要杀我是？当时在我最心爱的人手中，我也讲过，不是，当时要杀你。 你若知影，大老妈小来以后，还阁伊老爸大好，嘛是我将伊拖出去外面，然后家去因乡啊。我知影，你就是无愿意伊落大哥啦。毋是无愿意，是无能为。你敢知影？如果踮伫七代的迄度，血液给你有公心，靠即款的功力，我也是无法度施展的啊。
嫌查某看太细嘞，也若无啊，我大胆写穿查某人下步。哼，哎，要是我，啊，这个死囡仔怀孕嘛，无代无地就叫我安尼反地就反驳我啦。啊，我当是一个老国公兄千岁，是大唐的皇军，国家的栋梁，啊，叫我人家就，哼，实在要气死我。那你这个也看啦，这个王宫内面是要倒啊去找人就好。随便就死，嘿，你看一下，你卖管你是什么人啊？啊，林姐，我先带你来跟苏姐姐见面，会当我让伊欢喜一下。哎呦，有什么当欢喜啦？我情感都男无情，男女无情，恁还要怪呢？哎呦，袂欢喜啦，今穿到一件衫，无法穿较紧啊。哎呀，袂有啊啦。你万一大家娘叫看到，安尼就唔好啊！好，呀，来去哈。有迄个高僧来叫我安尼办嘞。这洞门点穴，也唔过我功力无够，所以我无在替伊解开啊。请王母他都了解功力，伊最主要是要借你力量，替替谈功，伊就当解开罗大哥的迄洞啊。真是的，可是若是会当解开伊迄洞，都是我公主你的功劳。
请受我一拜。哎，公主，你唔通安尼死，何物受当不起？我知影，苏静伊唔对，也伫遮，我是因为听了公主的命令，所以我才安尼先做。莫再讲闲话啦，也唔赶紧动手。是。公主跟我讲，我才安尼先做呀。对哈，感谢，感谢我，你感谢我要创什么？上加辛苦的人是阮母亲。相公，贤妻。就是我自己自作多情嘛。陛下，我看这位花公主也是相貌端庄，如果若是真心对待你，你不应该放弃才对啊。坦白甲大哥讲，你对我是不是意思？放弃真大哥，来接受这个花皇女啊！当时立下感情，是完全去放在一个人的身上。
唔只放弃真大多，了后倒转来法国，佫发生变故。无依无助的时阵，咱这个大公主尽心来咧帮忙，唔只会当得到任何的感情。原来如此，大，现在你我已经好了，应该马上来去找周娇娇算账才对。喂，我听你下讲，听千岁佮陈大哥有所安排，而且我的飞刀也无伫个身上，恐惊难以取消。目前只有等苏芳的行动。啊，苏芳。你人无爽快，是怎样事？怎样？什么人？哎呦，哎呦！钱怎？我不懂你听啦。是安尼事，要不我陪人去请大夫。哎，免啦，大夫已经来过啊。大夫讲这是正常的现象。我知啊，是不是弟弟想要偷心？既然安尼，后摆有甚物代志，做你尽管甲我讲。我来去闽南准备一挂安泰补品给你吃，你多吃淡薄吼。不免啦，我不想要吃，我不能吃。你爱的人多吃陪我讲话。既然也是安尼，我就多吃陪你。生命中的良好。冰水哥，大同的电话已经开通了，我们空中传传秘书。什么？冰水哥，大同电话，他被他飞走。